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4.7 弗尼纳时装，绝对已死，气牌当立，欢迎来到大气牌时代，版本前瞻爆料七圣召唤。经过漫长的等待，我们终于迎来了弗尼纳在七圣召唤中的登场。此外，在 4.7 版本中，还有众多新卡牌加入，以下是详细内容。请我出外勤，走。果然还是离不开我啊。非常摇滚的选择。照你啊，放着我来好了。
如果你对这些游戏的最新情报感兴趣，记得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会及时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消息和资讯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